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给大家带来崩坏星穹铁道 2.0 版本的任务合集，支线好人难选，360金表超，崩坏星穹铁道 2.0 匹诺康尼新增任务隐藏成就合集，土场被玉欢星分门正进齿轮钟表把系列全雕像至尊幸运儿的黑卡黄金限定艾迪恩游戏币。好，那么承接上一批啊，我们做完主线之后呢，这四个任务现在做了两个，我们接下来做这个好人难寻。哎，大家点击这个指定位置啊，来到我们这个黄金时刻白日梦酒店大门的锚点，然后呢朝着我们的小地图上方朝着我们的小地图上方往前走啊，正前方就是了，这一男一女过来对话就可以接取到了。好，对话化了之后呢，我们打开地图啊，大家左下角选择一层啊，然后来到这边这个陈梦商街的锚点，到了锚点之后呢，笔直往前走过来找这个地锁科二世。好，那么对话完之后呢，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下角往前走，这边有这个无理的路人，我们过来跟他们对话。好，对话完之后呢，朝着小地图上方往前走。好，那么这边对话完，来我们一起打开地图，大家回到我们的二层啊，到这个酒店大门的锚点，笔直往前走。好，再过来跟他对话。好，对完话我们回来和中本小子了。啊，那我们朝着小地图右边往前走，这边有俩小孩，和他们就可以吸取到这个，来和他们对话呢就可以吸取到这个愤怒齿轮了。回来。好，那这边对完话，大家再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下角往前走，这边的话呢先上这个楼梯再往前。在这个角落里面有个高亮点藏在这。好，然后呢我们朝着小地图上方先往前走，从变向这个台阶这边走下来啊，然后右转，从这个上坡向上走，然后呢再上一节楼梯。好，上完楼梯右转过来就是了，在这个背后藏着。好，这边对完话就在他的记忆中。好，笔直往前走，进到这个花店。好，这边清完怪，朝着我们任务标点这个船还是飞车啊，总之朝这个东西靠过来。好，这边对上话来。好，看完剧情之后呢，这边笔直上楼梯往前走。好，接着往前来，朝着小地图下方往前走，接着往前。好，这个好人难寻到这边就结束了，我们记得关注再走哦。